天的 Intel 的 Gamer Days 的活动现场。那您现在所在的地方呢，是来自于我们 ROG 的电竞体验馆。今天呢，在我们这一场的活动呢，先送个见面礼来给大家。那送见面礼之前，你可以看到呢，在嘟嘟的手上有一个大礼包。这个大礼包呢，就是要送给来自于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咯。怎么样可以得到呢？非常的简单哦。今天来到 Intel ROG 的电竞体验馆，满满的礼物让你带回家。我们来看一下后方，接下来呢要送给大家这个非常可爱的贴纸，有没有人想要的请举手。好，怎么样可以得到呢？非常的简单，一样呢，如果说我们要购买笔电，三个英文数字给主持人。我们要购买笔电，你一定要选择什么品牌？ ROG。 我觉得可以再大声一点，你的海葵都走了，拿出大家的热情来好吗？准备好了，请问要购买桌机，你一定要选择 ROG。 要购买笔电，你一定要选择 ROG。要购买萤幕要选择 ROG。 要购买机壳要选择 ROG。 好的，有选到吗？后方的这位